Hello，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要来做一个新女团的 reaction，就我的衣服也是仿照他们的预告照，因为他们的预告照有一套是穿的 bling bling 的，然后正好家里有一套这样很闪的衣服。然后他们这个团是叫 Stacy，它是 Star to a Young Culture 的缩写，一二三，对，六个人。我们最近关注度还挺高的，一个是，里面有一个我挺喜欢的小演员，就童星那个希恩，他有演那个虽然30但仍17，还有很多大家可能看过的韩剧，是不是还有七日的王妃？对，他演过挺多的，就是女主小时候那个样子。我觉得他很可爱，我没想到妹妹是想要做 idol，因为我觉得她作为演员其实已经出演了很多挺火的剧，但希望她以后做 idol 还可以继续演戏吧。然后还有这个团呢，是黑眼屁必胜 （Black Eye Pilsen），制作的团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最近也有一个大公司出的女团，出道的时间也差不多嘛，所以大家就不由自主的去对比一下。但不得不说，我是蛮吃这个团的妹妹的颜的。她的第一版的预告，我感觉可能因为没有加伴奏的原因，听起来有点怪。还有他们之前那个翻跳的视频，很多人说啊，这个跳的不怎么样啊，什么什么巴拉巴拉。我当然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但因为自己也有跳舞，说实话，我觉得很难判断他们舞蹈跳得如何，因为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实在太肥大了，然后还背着书包，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从那个视频就马上下定论。可能我是基本上认得很全的，就不得不说那个叫 J 的妹妹有几张动图真的是非常惊艳到我。然后我的微博首页在他们昨天下午 MV 出了以后，也有很多夸韵，就是齐刘海的那个妹子的。我现在看的是 YouTube，他们的出道曲叫 So Bad，然后是目前是27万次观看。对于一个小公司来说，我感觉这个已经算是挺多的了，好，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吧，开始，哦，开头就是 J 妹妹的美颜暴击，哇，那身材好好，那个是不是叫，她叫伊萨，还是艾萨？那开头感觉那个舞蹈不错。这个叫苏敏，看头发还有点黄的。他叫 Seun，我觉得长得挺大气的那种感觉，好闪。什么？有人说什么 emoji 女团？哦，M 韵妹子这个 vocal 不错我的心也会唱高音，哇，好好看！刚才那个镜头杀到我，哦，这就是妹妹唱的。哦。J 吗？哇，这个声音有反转哦，有点低。对不起，我那个刚刚的模仿很糟糕，谢谢你。我觉得他的脸就是做 idol 和演员都好合适哦。啊，那个叫 Isa 的确很漂亮，好，韩网友热帖。
哇，那么 big guts， 哇，声音真的好低，我觉得我声音已经算低的了。那个像那个一种什么石英石什么石的层截面，那个景那个场景啊，闪闪，我就喜欢闪，天啊，太合我胃口了，这个场景和衣服。我觉得他们的打歌服应该也都挺好看的。现在 emoji， 救命！然后我感觉他们的歌的风格也挺适合他们的，就这的声音不是比较低沉嘛，所以就是那种特别甜美可爱的歌，他这样一个比较低沉的就是声音的话会有点突兀，所以感觉这样的有点青少年 crush 还蛮适合他的。对，我现在非常艰难的在找镜头，因为拿铁一直挡我。我有的朋友可能期待比较高吧，然后所以说觉得没有很惊艳，但我觉得还不错呀，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出道曲，就歌 MV 都没有翻车，然后导我也觉得挺不错的。 MV 里出现那几套衣服我也都很喜欢，就是那套有粉色的很闪的衣服，还有那个银色和黑色的很闪的衣服，还有黑白的那个就是站在那个像星球然后石头切一半的那个场景上那一套。我感觉西恩真的是挺惊艳的，就是我之前一直以为就是他这个颜就是比较偏演员，但是其实蛮邻家妹妹的，所以就是画爱豆的妆也挺适合的。 J 的声音我真的是没想到，就他唱歌就是非常低，就大概有点这种感觉不对，好像也不是，但就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声音和外貌真的有反差。他的外貌就是那种清纯小鹿型，韵的 vocal 也很不错，我感觉他跟信都是能唱高音的那种。然后 Isa 真的很漂亮，苏命可能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他给我有一点像普美的感觉。当然了，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就是不是第二个谁谁谁，但只是说就是有点那种熟悉的感觉吧。然后他们那个就舞蹈的动作，我看到他们的 showcase 舞台，就感觉我检查了好几次，我以为我开了倍速，就是拿铁，他们什么踏踏踏，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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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快的动作，就特别的，哎，拿铁起来一下，拿铁起来一下，就是踏踏踏，然后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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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动作就是角度特别的干脆，然后呢特别快，就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感觉那个舞蹈变得很奇妙，就是应该也练习了很久吧，就很干脆利落。我觉得这样的编舞跳整首歌还蛮累的，就 showcase 的我听不出来电没电音，就是是不是 live， 我觉得要看接下来的舞台才能判断他们的 vocal 实力怎么样。天哪，他从来就是我们回北京一个多月了，他从来没有趴在这个地方过，今天第一次。天哪，这个猫真的是有镜头感的吓人他长得越来越大了，哎呦。反正我呢就是因为对这个演员妹妹很有好感，所以就是反正就是对这个组合有好感滤镜。我也不是什么就是专业乐评人或者什么舞蹈家，所以就是就是非常非常主观的看法。好，那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兴奋，可能因为周五了吧，明天就是周末了，快乐。最近在上课，所以就是周末现在就变成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哎，大姐，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